家人们好，我是飞姑，姑是孤独的姑。今天有很多过来布施的啊，你看一下，有多少人呢？寺庙做布施，这是做布施的摇钱树，有自己编的，有你看一下，老文人正在布施呢啊。这里是寺庙的布施现场，太多的善男信女都拿着布施，好吃的东西。和尚们做布施，有米饭、饼干、面包，还有老毕，每个人做祈福的时候都要举个头顶。在寺庙里面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，有面条、面包、饮料，还有所有的饮品。看老吴的。看老吴的和尚们啊，吃完饭之后都坐在大殿，就是听和尚们诵经，这是对他们的祈福。他这主要是诚心都可以，有这个心都可以啊。进门脱鞋啊，找阿麦找不到啊，阿麦在这里呢，看一下啊。哎呀，你们猜一下哪个是阿麦？三百里，俺们俺不来呀。在，麦，崩，漂亮吗？让大哥们说她漂亮吗？这是阿扎麦姐姐啊。三百里，哎，俺不来哦。这个大姐姐离婚了，姐姐三百里，哎，俺不来呀。你看这什么？金的，阿麦很有钱呐。很有钱的。对，阿麦人品确实不错。金的一个要不少米吧？对，这就是那什么，有寺庙的人。漂亮的阿麦和他们姐姐们，还有闺蜜们，都穿上老挝的民族服装，跳着老挝的民族舞蹈，翩翩起舞。尊重的观众，样貌非常漂亮，好看。对，肯定好看的。我在太阳底下呢啊。老挝的舞蹈源远流长，文化很深。它因为天气热，所以说都是小幅度运动。看一下，我来了一份了，看看是什么味道。这都是免费吃的。这里配好了之后，谁吃的时候就放着热汤就可以了。这面包也是免费吃的啊。吃的时候放点这个奶油就可以了。这里饮料也是免费喝的啊，这都是大型布施现场啊。漂亮女孩很多啊。看一下这些东西都是免费吃的啊，免费吃。放那儿 OK 的。阿麦给我准备好饭了，他等一下给我吃。这东西都可以从美女手里接过来，面包和冰豆浆是什么味道？靠仔，好的，非常感谢，给我送来一杯热豆浆，都可以免费吃的啊。阿麦给我准备好饭了，还在这里呢，谢谢阿麦。兄弟 OK 了。哦，兄弟 OK 了，对。阿麦在老挝有五个姐姐，一个哥哥，兄弟姐妹七人，给我放这里的啊。那做大麻红就是这样做的啊，看他姐姐做大麻红呢。
漂亮的姐姐做大墨红，里面放芒果丝、臭鱼酱、虾酱、辣椒、花生米。对，这姐可以啊，真漂亮的姐。这辣椒薄可以，对，很烂的。你只能大插门，老龙，对。辣椒太多了，哎呀，妈陪来呀！这西红柿你看到没有？哎呦，什么都放。西红柿这是个芒果丝啊，芒果丝。老外人吃大麻红啊，还上瘾似的啊，每天吃几乎。看一下，我不喜欢阿麦吃大麻红啊，阿麦他吃一点点。来能，真的闹开了。别打，在不？在。不是。你们爱吃的多吗？你看阿麦的胃口有多大？阿麦跳一天舞了，也劳累了，很累，多吃一点吧。这是阿麦大姐姐啊，这是她闺蜜。你看一下，咱这是吧，都是日常啊。这个姐姐啊，这个姐姐很漂亮，离婚了，有喜欢的吗？她喜欢中国。大麻红，臭红红的味道，大麻红，大麻红的，红臭红臭的，它里边有臭鱼酱、臭虾酱。观看视频的家人们，别忘记点个赞，点个小爱心，转发一下。金门，阿麦吃完。他身上真红吧？假的，身上都假货。这不，你有时间可以联系一下，看川推批发的什么价格，我可以和合作。好，可以的，五哥啊，你这样，兄弟，我主页里有，你加一下，抖音。啊，跳舞的视频我刚刚也看了，我个人觉得阿麦比前女友好，值得主播好好对待。好的，凤软哥，我肯定会好好对待阿麦的啊。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啊，马上阿麦也要吃完了，他今天很累，要早点回家休息。